係咁啊，係咁做。後面都聽到啊，聽到，聽到啊，好。我今日咧就想講幾個字嚇，阿高度啊講咗個 hea 字啊嚇，講咗個詞先嚇，我啊講呢五個字咧係一、二、三、四、五，好，係五個字嚇，叫文化大革命。哎呦，文化大革命啊！咦，話阿博士啊，即刻哎呦咁樣啊！阿博士點解哎呦咧？心驚啊！驚啊！我哋大哥哥心驚、啊。你放心，放心。阿博士，阿黃博士驚咧，可能佢以為我講嗰個叫做1967年嗰個文化大革命啊？No， 嗰個有毛伯伯搞嘅毀滅文化大革命啊，嗰個非常成功啊，非常成功噶。我而家講緊嘅係2018年嘅文化大革命。點解咁講啊，導演啊？因為咧，人類歷史啊，幾千年啊。從來啊，傳遞知識係靠乜嘢啊？係靠文字，靠本書啊！而家我哋都仲啊去每個地方啊睇下，去裝下個圖書館睇下大唔大，嚟到衡量下佢有冇文化啊！咁啊，但係咧，我諗如果大家有小朋友都知道啦，而家咧喺呢方面咧已經係一個好大嘅革命啊！點解啊？因為咧喺街上邊咧。無論是小朋友，抑或大人咧，每個人都攞住一個超乎想像的科技產物。如果是在007時代、啊、第一次世界大戰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戰，你話如果嗰陣時啲特務啊攞住呢個手提電話，哇發達咯，哇呢、這個工具真係犀利啊！但是而家俾啲小朋友攞咗咧，佢哋就。你知唔知道發而家發社交媒體，你淨係發啲字有冇人理你㗎？你以為你係 Donald Trump 啊？嚇 ，Twitter 發幾個字就有人理你？而家起碼都有張相配下啦，係嘛？嚇、啊？4G 時代就係啦，唔係3G 時代係啊？喂，4G 時代咧，而家一定要拍條片啦啩，要拍條片啊，阿博士係嘛？咁所以咧。我話文化大革命的意思就是你現在早前不要說誰某人被人追債就在那個觀塘那裡尖沙咀貼街招追債、啊、跟著你知道他怕不怕他說當然不怕啦我最怕什麼我最怕你拍條片、啊、你現在最怕你拍條片被人傳來傳去、啊、你現在什麼在街上連張街招、啊、你有沒有搞到那麼 old school 的連小朋友、幼稚園、小學、中學的同學都要做功課，怕咩而家？而家又怕微電影啊！嚇、啊！我問問大家，知唔知道微電影係邊個發明嘅？知唔知道我？我就發明水上漂，我又發明古惑道流槍，但係就冇發明微電影啊！微電影咧。就是共產黨底下的中國老百姓發明的微電影有什麼標準啊微電影是沒有標準的國家廣電局啊你查一下都沒有微電影的全個地球日本沒有微電影美國沒有微電影德國沒有微電影法國沒有微電影意大利沒有微電影的只有中國那麼偉大有微電影啊給你鼓掌聲微電影最厲害是什麼微電影我告訴你最厲害就是貶低電影矮化電影好耶好耶你知不知道小時候啊我在大陸啊那些大學生小時候已經給了卡片我導演我記得名片給你小朋友你是電影導演、啊、你拍過什麼電影啊沒有導演我拍过两个微电影啊你为什么在名片上面没写微电影导演你只是写电影导演哦哎呀没所谓的导演嗱、啊、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啊、所以呢阿导演呢讲起上来呢都有少少火啊矮化的电影但是好不好啊又不可以挂佢不好因为现在过过口口声声、哎、我想拍微电影我想拍微电影啊你知唔知全個地球啊，
最有才華的明星呢就是在中國，那些明星會自動成為導演的、哦、自動的、啊、曾蔭慈成為導演，徐峥成為導演，黃富城成為導演，連黃寶強都是導演來的，小心啊，小心叫啊，他不是明星來的，他是導演來的、啊、那終於在一年前有一個參加微電影比賽的學生問我，導演導演，前一年拍微電影這個東西呢可以在哪裡學呢？對不住，我又答不到，好像沒什麼地方學、啊、終於呢這個概念一直擺在我心上，然後會長好厲害，他又找我、啊、導演我想找你，從前輩看中國近代歷史文化，哇這些這麼嚴肅的東西不適合我但是呢我給他一啟啟發，我說呢推廣這件事呢，當然你出了一本書我非常鼓勵，這本書很有價值，但是我更加鼓勵你看看中央台那個叫尋寶、啊、中央台有個尋寶、啊、很過癮的、啊啊、說一些那些朋友、啊、在個床底在家裡那裡收藏古董，就上去給專家鑑定，那、啊、時候引埋呢很多人就自己回去抄一下抄一下自己屋企，看看有沒有什麼古董、啊啊、收收埋埋、啊、我鼓勵我鼓勵啊會長，喂會不會我們都搞一個這樣的微電影或者這樣的節目 啊， 啊動員大家的那個好奇心、啊、因為始終呢這些呢這些題目這些照片呢對於年輕人來說是挺趕客的，你知道啦，很現實的嘛，喂你跟住話喂唔係喎，喂原來呢個值幾錢？呢、這個值幾錢？哇！原來呢個咩好魚喎，即刻隻眼就發光啊！我又睇過明珠台，明珠台啊，有個節目叫做《非常當鋪》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啊？我好中意睇啊！佢個《非常當鋪》咧就講個當鋪佬，啊當然咧佢喺倫敦嚟嗰個當鋪佬咧就同灣仔嗰啲典當嗰啲老闆啲完全唔同嘅嚇。他是最喜歡收啲名車，跟住有些手下咧就收手袋，有些咧就收鑽石，亦都有些咧就專係收啲古古怪怪嘅，古怪到咩咧？遊艇啊，俾佢去揾買家啊。跟住喂，有個我見到有個碧鹹嘅石膏像擺咗個鋪頭門窗，古靈精怪嘅嘢都可以俾佢典當，仲要做埋個節目。跟住咧，我哋睇節目嗰陣時，咦？呢個闊太一扎手袋值唔值錢嘅咧？咦？原來愛馬仕真係值錢嘅喎。LV 真係值錢喎！如果你冇嗰啲咁樣嘅叫做原子筆嘅積啊，原來你有埋嗰個保護套，誒、欸、原來值錢喎！喂，原來撈係真係值錢嘅喎！誒、欸，但係你就要咧，如果你戒斷咗嗰個錶帶，你要揾翻嗰兩個扣出嚟，有埋原裝嘅盒，有埋出曬錢，嗱咁啊最值錢啦！你話我冇啊，咁啊講冇值錢啊！我覺得咧。會長呢，我只會提議結合現在大家對那個叫微電影的好奇心，結合你那個叫錢幣，甚至乎結合什麼國民教育、啊、就不要那麼嚴肅盡量跟市民和香港人就接軌、啊、看看他們喜好什麼東西，我在這裡提出呢就一定不是那些什麼千萬大製作 no, 不需要的，不需要的，我們吃腦的嘛，我和高志森導演一樣，我們吃腦、啊、我們靠橋的嘛，整了一條橋之後將它搞一個、啊、類似中央台尋寶、啊、或者是好像人家外國、啊、倫敦那樣一個非常當寶的東西，從每一個錢幣的歷史到價值、啊、用一個比較是民間一些普及啲嘅方法去推廣國民教育，去推廣嗰個前世歷史啊！都當埋少少宣傳廣告，因為喺今年嘅七月五號咧，阿力度咧喺廣州有個新嘅項目，佢叫做李力持微電影教育片場啊！咁係咩嚟㗎？咁啊有幾句 slogan 嘅啊！佢話人人做導演。個個是演員，夢想拍電影，娛樂遍中華。哎，嗱呢個咧，即係就係呢個片場嘅宗旨。佢宗旨係咩啊？俾你
俾你做演員。誒，我唔中意做演員，我中意做導演，我得俾你做導演，俾你做導演啊！你要阿會長，你話要拍前幣歷史，對唔住啊！北京影視公司、香港影視公司、上海影視公司，這些東西沒有賣點啊！之前拍吧，冇人理你嘅啊！但係你哋潮嘅你哋啊，阿盧偉強前輩，你話喂？我要拍翻我以前嗰啲功夫，每個門派戲啊，有冇人理你啊？你揾下大明星甄子丹先啦，你揾下成龍先啦，唔理你啊！但係我理你，你嚟吧啊！武術每一種門派嘅古仔，你哋鄉下，你哋個學校有咩歷史？影視公司唔理你，你歷史理你。我就係專係做微電影。微電影有咩標準啊？冇標準。愛奇藝有愛奇藝嘅微電影標準 ，YouCo 有 YouCo 嘅微電影標準，冇標準。啊，我點解我要搞啊？因為我喺亞洲電視做過，我喺無線做過。我哋拍嘢係有標準嘅，你梗係冇標準啦、啊！你嗰啲標準，我哋啲標準係可以俾新加坡人睇，俾馬來西亞睇，俾亞洲人睇。比美國的華僑看，比歐洲的華僑看，所以亞洲電視和無線電視裡面做過導演的就是一個指標。現在我廣州蘆花中心的李力前微電影教片場，我的顧問全部是找香港的金像獎，全部是有頭有面，全部是專家來的。我希望在內地將香港喜劇電影一些優良的、勵志的、正能量的電影在大灣區，在大灣區那裡不單落地生根，我還要去開花結果、在有沒有人是不喜歡笑的請問龍一學校沒有、如果你問我有什麼片是永遠受歡迎的，我告訴大家就是喜劇，令人開心的喜劇，正能量的喜劇、我希望同阿會長和大家有心人一起單用正能量搞笑去推動國民教育，更加希望能夠將南方的喜劇潮流再在廣州發揚光大、如果大家是學界是慈善團體要拍正能量的東西，人家不理你，你過來找、導演我理你、當然、你來過片場找香港人做化妝，香港人做服裝，香港人做攝影是最貴的，都便宜一點行不行、導演行，內地的攝影師，內地化妝，內地梳頭，內地的就便宜一點了，還有什麼再商量一下我價錢得，學生、慈善團體 NGO、等等，你那些慈善、等等的東西，你說你沒有budget嘛，得你我給學生給你慢慢玩、我訓練，我最厲害是什麼呢？我訓練你們自己做一個團隊、我訓練你自己的會，找些人來學，跟你來學、我教你做主持，我教你做導演、這個呢成本是最便宜最便宜的，為什麼？因為人人做導演，個個是演員，現在就是2018年的文化大革命、為什麼要學啊？你不學小心喔、你不學是吧、讀那學誰讀那學？讀那日報啊，你拍得那麼英俊是吧，你剪衰他，剪衰他、拍好了回去可以剪衰他，你知不知道、還有喂，你在拍這個拍得那麼衰，喂剪好他，他拍得衰可以剪好他、現在傳媒最厲害是什麼？就是指鹿為馬，將你的白的變成黑，將你黑的變成白、還有第二點，首先年輕人一定要學識是非黑白，第二拍戲不是要去做明星，不是要去貪慕虛榮，拍戲是訓練他的溝通能力、導演你說什麼？小朋友麻煩放下你的手提電話，你個衰仔，你不肯背書嘛、好，你過來拿著劇本做古惑仔，你做差人，哇第一樣他不做、一知道做古惑仔立刻就回去拿劇本。我在董子英中學搞了個創藝大道，是一個迷你的電視台，我是在學校裏面唯一一間
有茶餐廳同埋有法庭警嘅。個法庭警做咩啊？嚟嚟，同學，着衫換衫。李錦棠係律師，哇，律師喎、啊！老師唔好再鬧佢冇自信心，識講嘢啦。佢唔知講乜嘢嘛。但係而家著咗個服裝，俾咗個律師嘅台詞佢。嗱，你睇下，一噏出嚟就有自信心。Objection！我反對。哇！啲老闆睇到幾型啊！我睇到律師啊，係啊，你遲啲就去做律師㗎啦。呃住先，呃住。所以所謂演藝教育嘅目的，唔係去令佢哋唔做功課，跟住咧貪慕虛榮。No， 係利用而家最時興嘅媒體，利用呢樣嘢令到年輕人冇咗戒心，放低個手提電話，唔好再睇讀稿，啊，唔好再上網。嚟背台詞，背台詞，做律師，做警察，做差人，透過排練，透過嗰個戲劇，我哋鬼鬼祟祟去影響佢，令到佢覺得好玩。咁啊，呢個咧就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咁啊，呢個名片咧我都留俾阿會長嘅。咁啊，歡迎團體，歡迎教學團體啊嚟組團，組團我嗰個片場嗰度啊，拍參觀、拍攝啊，無任歡迎啊！多謝大家，多謝。我又要多謝李導演，今日咁忙啊，都同我哋大家分享頭先咁多嘅有趣嘅。好，鄭總，好呢部機先。嗱，阿祖欣欣攞正啲。O、okay. K。二號機。好，一號機。一號。再嚟啊！好。多謝。